这个林业风景挺好的，像福建福州这边盖了好多的高速公路，以前这边农村，以前进来都没有那么多土路，现在高速公路直接开到门口，非常方便的。我哥哥带的，我们四个人来我妈妈的墓地烧个香，他们没来过，挖着手上拉的花，我还买了香。现在国内的陵园好像不可以放鞭炮，不可以烧纸钱。哇，李耀祥乐给涂了点防晒霜，挖着谁牵手都可以。我哥哥牵着他。快点！牙没得，你是娇生惯养的，只是搞点的。一会儿。Oh my！ 你娇生惯养的这小子。我们烧烤香就回去了，他现在不能烧纸钱，不能放鞭炮，来拜一下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来过。啊，这个陵园挺大的，这个。刚到日本不久，我妈妈就过世了，她没有机会，没有缘分来到日本看一看。现在我回来就给她拜一下，这边。我的。奶奶在这睡觉，知道吗？奶奶是这边。OK， 你们说，那奶奶你好，我来看你的。你说我来看你的。这小子娇生惯养的。你说奶奶你好，奶奶你好，我来看你的。我来看你的。看你的。对。我的怎么了？啊，太热了。我们等下马上回家吃饺子了。给我找他背的哟。那，完了是不是啊？完了，给奶奶烧个香来。来，烧个香给，拿一根给奶奶，你插一下。你要烧个香给奶奶，烧个香。你说奶奶，我来看你了。等一下啊。奶奶你好。那一个人烧一个，再，大伯给你搞一下，哎。爷爷这里有好多爷爷奶奶，对，你散拿的就好了。来，瓦特，瓦特，来，瓦特三宝三根，米子，瓦特这三盖，一二三来，一二三来，一，嗯，对，好，插进去，插在里面，插起来，对，你有吗？一二三来，一，二，三 ，yes， 插进去，插。一哎，对，一根一根插，你哦，真厉害，你哦。哪里哇？到底我要带啊？你说奶奶你好，我跟你说。奶奶你好。你有没说一下？奶奶我来看你了。你下次再来。你说下次再来。你要你说一下。再见。哎，再见，下次再来。对，好，好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你跟奶奶拜拜一下，拜拜，奶奶拜拜，奶奶拜拜。好，走，迈步。好了，我们
计少结束五分钟。五分钟钓鱼上是计它，现在面上。好热啊！五分钟就结束了。现在不是祭扫的季节，没人就回家，很快。现在主要是不让放鞭炮，所以说就变得很简单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我哥那边吃餐饭，然后中午呢到福州附近的一个叫古山的，我小时候经常去的寺庙去看一看，去看一看。好了，走。现在在我哥哥家里，哎，他其他的脚锯一下，再来一下，我看看，摸一盖，摸一盖，哇，你这么喜欢妹妹啊？还是 kiss 是的，画的特别喜欢小妹妹，哇，也算是，你的甜点怎么那么？也算是呢，我可真。他们一热闹，把他给吓着了。哎呀，妹妹，妹妹想起来。好像没怎么睡，现在。哎呀，没有，刚起。来，坐起来。坐起来。哎呀，坐起来。对了，可以跟哥哥一起玩是吧？哎呀，看看，哎呦，谁的脚大？我的脚的大是吧？哇，这你看，这么喜欢小飞机，小妹妹。要不要吃香蕉？你问他要不要吃，他现在不会吃的。你问他这样的，你问他要不要吃苹果？要不要吃香蕉？哎哎，完了，不能放在上面。阿哥教他们，阿哥教。那好不好玩？哇，这真的喜欢小朋友。好玩。亚美爹地啊，你们会喝这个绿茶吧？会喝，会喝。他也不冲浪，动不动。不动，我在窗上。他俩要喝牛奶吗？今天没有那么活跃了，今天。你看这个活跃的。自己都玩得出汗了。自己都会玩得出汗。哦，这两个话。帽子戴了。叔叔给戴的。OK， 差不多。好了，走吧。山上还是有风，挺好的，很凉快啊。很凉快，山上很凉快。对。他们这不用空调。是啊，山上跟山下差好多。瓦特变成中国小孩了。瓦特也是变成中国小孩了。福州好吗？哎，你跟他拜拜。他跟你拜拜，人家回家了。人家那个飞车走。对。他知道，拜拜。人家收摊了。Yeah， 你这个风车多好看，喜不喜欢这风车呀？风多少钱？啊，对，是要超比风多好。哎呀，这风车多好看。光头强。对，光头强哎，你喜不喜欢这风车呀？喜欢。喜欢。谁给你买的？伯母是吧？这小子家腿脚真好，已经超过我们了。这个爬楼梯不停的，才四岁我就跟不上了，现在怎么跟得上你呀？我们现在来到福州郊外的古山古岭的一个地方，山上我小时候经常来的地方，现在变化太大了。都是汽车呀！我们小时候这个地方是荒郊野岭，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现在变成旅游景点，有十几二十年没来过了。凉快了。
要。两个好高兴，都唱起来了。不能踢，不能踢。公鸡是不是？你要不能踢，一带游。英国人看到没有？对呀、啊，外国人这里住在这里了，是吧？看这边看一下 ，Hello。过去玩。No， 下去。坐在椅子上。你坐在椅子上可以动。过去玩。不可以。爸爸。嗯。这样可以。吃饭了、啊。好一些，好不好吃啊？哎，不能舔啊！不要舔。那、啊、不能舔啊。可爱吗？嗯。忘了吃的。看他们三个玩的高兴的样子，我现在准备下山了。这上面有个老街，山上一个老街，好多一些旧的东西，拖拖也很新奇的。晚上6点约好朋友吃饭。回到国内，亲戚朋友看他们那个可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要是我们的话，都不会买给他们的。他们算回国的享受一下任性。对，你今天买了多少礼物？你看看，你在日本一个都不买给你。那送我们一下吧，按买正好出去送我们都。好，等会儿我们下去再买一个，好不好？坐吧。坐吧，上去，坐自行车。不不，哎呀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，自己爬上去了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骑自行车了，叔叔。我要把那几个字给。哎呀，敬礼。这个太搞笑了。敬礼。敬礼。弟弟都藏到后面去了。你要抱着哥哥腰，带一带。妈妈，我一个人。嗯 ，OK。